最大也是你开始进来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曲子和你的人生是匹配度非常高的，甚至我是觉得是有点像新出的 CD 啊，只是听着听着，我会发现那个 CD 坏掉了。或者是你可以去 improvise 它，你就在依着那个和弦去读其他的旋律，我觉得对你来说应该是不难。可是当下你的抗压，可能当时因为觉得哎，我进错了。唱错了一些歌词，让你对自己责怪自己。加油，两位加油！这个东西，我们其实不是鼓励你，就是唱什么歌都一整段去读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是说，就是要自信一点，哪怕是犯错的话，就看你得去面对，去克服它。好，我就很好奇，战后呢会把这一票投给谁？对呀，我也非常好奇。来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。Celebrate National Day, 59 on the New York City 7th Pizza Plus.
Thank you.
can see it's the females in the body control. Wow.
在我稳如山。哇，你觉得洛琳唱得很好，她的声音很美。这怎么呀？没有哪里美，她的声音很美，声音很美。没有，我是在想，你们两位队长有想过自己到最后会对垒吗？那个时候就是那个队长，就队长。Thank you.
下一次我一定虽然不知道战号的意思，我如果吃米粉的时候也拜托你将两粒米过来，加一点鱼胶放一点葱，不要给他出米粉。对对，多一点颜色，多一点颜色。谢谢老师，可能他要你的呈现更明显一点。好的，我林，我还说的那个曲子，他一进来的时候麦都给笑掉了，他在麦的转换底下挺感谢你，是一定是个大主题，可是你的情绪一来说他没有这么大，但是还是有点慢在里面。其实你还有更多的东西
就是我们的国庆日。是是是，所以在这边呢，我们是要祝愿我们新加坡呢依然是繁荣昌盛，我们的居民呢安居乐业。来，一起祝贺新加坡生日快乐！Thank you.